哎，这小区冬天供暖供有没有？我们银滩呀、啊、都不供暖，大部分小区没有集体供暖。嗯，是。只有十来个小区有这个集体供暖。我认那个什么银泰啊，啊、嗯，最起码家里边有安装的，啊，安装的是地暖。嗯。是地暖啊，他们以前开发商可能就装、哎、装了有，你在接上电或者怎么回事、哎？如果要是有那种政府啊，有那种什么、啊、管道，安装过来，他就可以行、啊。我们小区也是一样，你们也有，我们也有管线，嗯，就是你们小区没有吗？我们小区就没有。哦，那有的小区有，有的小区没有。他们专门成立一个群，就是专门这个供暖的，那小区也来说。说没用处，咱这边一点希望也没有。他这个事情我知道一点，这个在不断的推进，可能这两年的话，可能要有一些部分小区逐步的推广。咱们希望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整个全银滩全覆盖，这是最理想的，最好是和供暖能够铺盖。对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们还得各自为政，想做你就想办法吧，什么办法都可以。没希望，我们那没希望。为什么没希望？海淀人家里边他就没有。像你们这都已经都安装了。那不一定啊，你们只要大家愿意掏钱，到时候一块儿那个接上管线。小区能住的人，哪有那么多人住啊？你冬天住过没有？我冬天住过一年。啊，怎么样？你怎么过来的？家里边有那种汗巾，有那种壁挂呢。啊，暖不暖和？天还可以，还是冷，还是冷啊！不如我们在、哦，肯定不如这个集体供暖好。集体供暖有暖气，尤其是这个。你那房子有个包套。你要住，首先要换掉所有的窗户，嗯、变成断桥铝的，密不透风。最好呢，能做一个内墙保温，外墙咱做不到，做内墙保温，那你就绝对暖和了。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，不行，因为你看啊，咱们现在银滩入住率这么低。你楼上没有人，楼下没有人、嗯、左面没有人，右面没有人、你自己靠自己的暖烧起来以后，它会往外辐射的，这样这个暖的这个能量丢失太严重、对你一旦这个住的人多了以后，就抱团取暖了、你的暖给我，我都暖给你，这样的话都暖和，是吧？你这小区有房子往外租了吗？有房子往外租，你是租什么时间，多长时间？月租有，月租应该有吧，应该有月租的，应该啊，买房子以前啊，下来的租好几个月试一下啊，对，你们可以考察，对啊，你不要买上了，对，一些不想住的可麻烦了，没问题没有问题啊，在银滩买上房子啊，都喜欢在这住，气候确实，这话气候也好，这说的是实话，对前面靠着海，后面又有山，想上海就到海边去玩，想上山就上山，真是，对，这几个小区都是好位置，对，位置特别好，位置特别好，都是好小区，后面是山，想爬山爬山，对，前面是海，前面有大公园，这多好，现在公园也建起来了，对呀，还有公园，真是好，之前可不是公园，这你知道之前是什么？对呀，之前是养殖，对，臭味冲熏天，对，现在好多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，确实是生活，对，在这地方，这几个小区啊都很好，这三个小区都很好，对，这三小区都不错，都很好，就是看看你想要的这个价位，对，价位，对，看看要多少的价位，我估计这些好的地方价位肯定是高一点，你像我们那房子不是太好的，不，这也是分楼层，楼层，楼层很关键，你比如说楼层稍微低点的话，它就贵，楼层要高的话很便宜。很便宜，现在在买房不能超过2楼呀，2楼一楼。你这样的话让咱们3楼4楼人轻易可以开，都不买3楼4楼那不行。那你们家的收益大。对。就上不去了，对，如果说能够解决这个，这我估计是设想啊。如果能有楼上都坐电梯的话，越高越好。但是不太现实。对，不太现实是吧？这个入住率。入住率，你怎么知道入住率不高呢？你看了，乖，考察了。我们这边都那个啥，从一个从网上看，再一个就是，你像朱姐吧，你冬天就回去了，这个候鸟是那个供暖一停就回来了，基本还是一停暖气我们就过来就回去啊，对，所以说
前面就我和我们住的前面住的昨天住的那地方也是看看，对，那一看那小区里边就是这一栋楼上住的人，对，确实比较少，入住率比较低，就是即便是夏天，夏天的入住率也没有那么高。这边就是人没有那么多吧，相反还是比较亲近。对，你喜欢亲近的人到这来养老养生，那是好绝佳好地方。你想找工作就有点困难。我们就退休了，退休了，奋斗了一辈子了，该休息休息。退休在这养老还是很好，对，很好是吧？确实是好，确实是。我们转过来之后碰到一个青岛的，哦，碰到一个青岛的，他没找到你，我们又问了好几个人。这个青岛的这个老师啊，还在这个小区里找你，还在找我。他分开，他一睡着。那他和我们一块儿，他也是开车是跟着我们。我就今天待在家了，平常都在外面，所以我估计每天都有找的，都扑空。上次来了个大哥，他说来你家第三趟了。我说怎么？他说你没看见监控啊？我说我又没丢东西，我看着查查监控啊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很多这个热情的网友，哎呀，有点因为咱们都没有联系方式嘛，所以说。青岛的那个也是想买房啊，也买房。他想来找你，他这觉你实在，你那能提到好的信息。我正好吧，俺是想买房，把你看看。对对对，其实我也不能给你们够多多的资讯啊，就是我只是我知道的只是有限的一些资讯，毕竟不是专业的。对。你拍的这个银川这一块哈，就是挺受欢迎的。我知道我老公。啊，每天都看你了啊！你老公喜欢看，太喜欢看你了，是吧？把手相挂住也，以后就可以在家看到你了。他太喜欢看你的视频了。对。这视频上看着院子很大。哦，对。这个院子只有30平米，啊，30平米。那视频也看看。视频上看是80平米。他在视频上看看的。他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功能？视觉促进。你看他外边这个也。啊。就和他一样啊。嗯。对。他全是他种的花和树。对。哎。行。